早上，让我们来祷告，来说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主要更新我们的生命，用他的爱来牵引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他的恩典，仰望他的信实，他的良善，来敬拜他。谢谢主。高大地覆地代价
乎你所给的一切，在乎你所赐的一切。主啊，你在十字架上面，你已经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我们赞美你。每当我定睛你施加，眼泪不禁潸然地落下，我的心不要忘记啊，擦边伤换来新的生命啊，从此不再忧伤，不再挣扎，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。我的心不要忘记，我的心不要忘记啊，主啊，你的鞭伤，他鞭伤换来新的生命啊，从此不再忧伤，不再挣扎，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的心不可忘记你一切的恩惠，主啊，倘若我忘记你的恩惠，主啊，请愿我的右手忘记一切的技巧，主啊，不要忘记起初主啊的爱心，主啊，你是怎么样爱我们的，我们怎么样领受你的爱，主啊，让我们不要忘记你的爱，不要离开你的爱，主啊，每当我们想起你为我们所付的代价，想起十字架，主啊，你的钉痕手，主啊，就代替我们一切的刑罚，主啊，你取代了我们一切的忧伤，主啊，你给我们一个新造的生命，一个新的人生，谢谢主，主啊，谢谢你的宝血，主啊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能有什么给你啊，能报答你付的代价，每当我定睛你施加，泪不
情渲染你我，好像我的心不要忘记啊，它变成换来新的生命啊，从此不再忧伤，不再挣扎，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。谢谢你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当以色列百姓有一个火蛇，一个灭命的进入在他们当中，甚至呢许多人失去了生命，那时候只要他们仰望那个挂在木头上的，他们就得到医治，得到拯救，一路来到了这个新约，我们才知道原来那就是仰望耶稣的意思。这就很像我们这一阵子的光景，当我们生命当中周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，许许多多这样子的恐怖的这样的光景，我们只有一件事可以做。老实说，我们心中的忧虑、担忧、恐惧，不会因为我们多思虑一点、多恐惧一点，他们会减少，甚至那种恐惧感的袭来，好像大浪一样在吞噬着我们。只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，就是仰望十字架，仰望耶稣。什么时候我们就抬起头来仰望他，什么时候就得着医治，什么时候就经历超自然的恩典跟神迹。我想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面对这种好像没有止境的苦难，不知道到底会如何，不知道这个问题还会多久，不知道我们遇到的这个事情什么时候是停损点，什么时候是有结束的一天。但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当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，我要让你知道你有一位良善的天父，他会在你受试探受苦难的时候成为你随时的帮助。他是我们良善的父，你懂吗？ 我们面对到未知的时候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，因为我们的眼光就是看到环境嘛。但你知道上帝的眼光是跟我们不一样的，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。好像是你可以想象吗，就是好像你在路边等待这个计程车，有的时候在比较巅峰的时候，你在那边拦啊招啊，也然后不知道等多久也都没有一台来，所以就在那边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感受，就是到底什么时候会来，这个计程车要等多久，到底有没有，还是我要往前走吗？还是要到巷口吗？还是要到对面吗？你知道我们 当面对到未知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多脑补很多的那种画面，到底现在是不是没有车了，是不是我们站错方向了，是不是啊什么，就一大堆我们自己想象的那种困难，越想越恐怖，越想越多问题，然后越想那是不是叫不到车，那今天还要去吗？那我们你知道我在讲的，就是我们常常站在路边，我们看到的就是顶多前一条街，顶多就远远的那个红绿灯，那没车就没车，然后就很多的那些未知，然后甚至有很多的那些负面的想法就席卷而来。但你知道吗，上帝的眼光好像一个人不是站在路边，我们都站在路边嘛，上帝的眼光好像到了那个楼层的比较高楼一点，那你也有站过高楼的经验，你就知道从高楼看下去就不只是一条街了，它可能是几条街以后你都看得到，尤其那个高度越高看的是越远，你的那个恐惧跟害怕呢瞬间就没了，因为你知道大概两分钟之后前面其实有一台车要来。我们站在路边，我们看到我们环境的时候，我们当然担忧，我们所有想象的都是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，这个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啊，困难什么时候可以止息啊，我到底还要祷告多久，我们都是想象是这些。当你想这些的时候，你的害怕一下就来了，你的恐慌一下就来了，因为你能够接受到的资讯也好，
甚至别人给你的资讯，那都不一定是上帝的眼光。我们需要真认识他，认识他是那位在困难、在患难、在试探当中仍然帮助我们的神。阿们。今天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，困难会结束，而且快要结束。你的那个害怕，你的那个焦虑，那个紧张，当你有从神来的眼光，一秒钟就马上豁然开朗。当你只要站的高度高一点，就豁然开朗；只要眼光被提升一点，信心就加添了。只要从上帝的眼中来看，你就知道你所受的不会，他给你的不会是过于你所能受的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。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说，所以你只管坦然无惧。有发现吗？今天我想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来做这件事，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。就算在现在这个时局这么动荡、这么恐慌的时局，我们仍然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弟兄姐妹，我要宣告，今天是一个坦然无惧的祷告时刻。当我们一起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。我们就是在这种恐慌害怕，甚至见不到底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的时局的那种害怕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蒙连续蒙恩惠。他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而且他给我们的是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受的，会过去的，而且很快要过去，宣告他的平安要来临。弟兄姐妹，好吧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来宣告，我们说，神啊，我们有一位良善的神，他在我们试探困难的当中仍然与我们同行，就像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一样，叫我们不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大声的来祷告，救我们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来宣告，主耶稣，你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。不论我们正在经历到什么样子的事情，我们都相信你必与我们同在，你必救我们脱离一切一切的试探，一切的凶恶。主啊，你必拯救我们，拯救到底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信靠你与我们同在，垂听我们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Amen。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三节，我来读给你们听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有注意到吗？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受的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，叫你能够忍受得住。今天当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要告诉你，他要给你一个胜过困难、胜过试探的力量。我们晓得有大大小小的征战会在前头，我们晓得接下来也会发生一些事情，可能我们也快要招架不住，甚至我们的那个害怕跟焦虑已经大到我们快要忍受不住了。但今天这个经文跟宣告，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宣告，他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是叫我们忍受得住的。就算有大大小小征战在前头等着我们，但我相信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有更大的得胜也等着我们，有更大的医治也等着我们。上帝会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开口来祷告，开口来祷告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相信开导的神，就算有挑战。
早上我们要来宣告，主要即便在我们的环境，在我们的国家，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征战，主耶稣，当我们相信主，你必会为我们开一条道路。主耶稣，因为你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。主耶稣，这些环境，主要这些的邪恶的权势不能够来辖制我们。主耶稣，来提升我们的眼光，主要使我们相信主，你是永远不失败，你是永远不失信，主要你更是为我们征战得胜的神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那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。Amen。 为着所有跟我们祷告的弟兄姐妹来宣告，就算困难越大，上帝的帮助更大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